三上水的瀑布管即阵卖零点回流，不过因为园区范围真大，有一挂中者行动不方便，再加上天气烧热，常常叫袂动，也唔知影应该伫倒位歇困。希望李伟弟的建议市府应该增加游玩车服务，让行动不方便的中者甲民众会当坐，让旅游的品质更加完善。踮起三上区水的博物馆，一到假日定有全家大小做伙来到遮佚佗。但目前天气非常烧热，加上水的博物馆面积真大，对长辈来讲，伫大日头下行路是非常辛苦。上个市原理委地向市府提出增设游玩车的建议，来服务中者。这亲子的游具目前里面也是没有。那因为扶老携幼，它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场域哈，所以你这点哈，我是希望当增加一挂设施，甚至那英文搁较好的时阵，我们有一些长辈哈，就爱去户外行，但是咱的熟悉一行路行动较不遐方便，是考虑到这个游园车安尼啦哈，这点来讲，它纳入一个中期的一个计划啦哈。市府文化局局长叶哲山表示，现在已经正在规划游玩车，并且也会增加儿童游戏空间。观光巴士啦哈，等等，其实做者局处拢投入做者资源，啊，要活络这个所在安尼哈。啊，所以游玩都要讲啊，亲子设施的方面啦哈，里面的景观环境。啊，包括所谓的游园车，这部分我们尽量有积极的在规划，会一步一步安尼塞出来安尼。市员李伟弟表示，目前三上地区周边应该增加观光旅游的串联，市府会当整合做定大内游这定区域来规划，带动旅游的经济发展。记者陈嘉生，市议会采访报道。